二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的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王秀慧老师，二下老师杨子英老师，二人老师范家老师，二爱老师廖小玲老师。二年级的小朋友要搭乘东方火箭号出发了，戴上可爱制作的面具，穿上可爱的外套，每一个小朋友都活泼健康，聪明有礼，送信而已，世纪良缘。他们将在明天的运动会大展身手，请大家。好，我们那边这边还有一只啊，兔兔的啊，兔儿。谢谢老师的指导，我们也感谢这只小兔兔啊。